好，OK。
谢谢我们的阿公阿嬷。哦，摇一口，摇一口，摇一口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阿公。好，我们第二位阿公哦。祝福我们的小宝贝精打细算有个好彩头。好，我们的第二位阿妈，我们的小宝贝精。哦，这把很大哦，是我们的心情。哇，大家期待。妈妈，你请。望你栽种，望你看天大，望你国泰民安。来祝福我们的小宝贝喜乐上升，好棒好棒！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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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棒好棒！给你一个掌声。好，现在进行的这叫做打鼓仪式，代表我们的小宝贝多彩福乐多彩。全服进士的医生哦，哇，好棒哦！然后第一个葫芦抓完之后，我们来刷第二个。哦，第二个是汤匙，汤匙的象征有好口福之外，未来也会成为非常专业的米其林大厨哦。哇，好棒哦！然后接下来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喜欢什么玩具？哇，第三个呢是铜钱扇，代表未来会和我们是地上有生意头脑的商人哟，未来会赚大钱。哦，好，那看到是铜钱扇。心肝宝贝仔，你是阮的幸福希望，真足甲你请。望你健康，望你财政，望你赶紧大，望你骨髓健康活泼，唔惊受风寒。